大明娱乐老板大少林建明今个月8日因为淋巴癌病逝，家属在19日低调撤灵举殡。寻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追思会，林建明的4名仔女特别以沧海一声笑为主题，盛传望夫开心大笑，想带欢乐俾大家的形象，亦都希望亲友怀住轻松的心情出席。东山寺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变，灵堂以兰花、菊花满天星铺成波浪形花海。林建明生前广结人缘，一众好友自送多达400个花圈，而林生的4名仔女就自送红心花圈，并在悼念册上面为亡父撰悼念文。册上印有他生前涉足的政商、慈善、演艺界的大量照片，至于遗照就选用他生前最喜爱的相，相中的他饱满微胖，因为他喜意自己吃得肥啲，反而不喜意自己后来逐渐变瘦。古天乐、林子祥、钱嘉乐、黄志文、罗兰、胡峰和黄兴平等众星亦都拍片悼念林生。许冠杰就拍片自弹自唱，这一曲送给你，送别林建明。他的长女韦珊和三女韦婷首先感激一众好友在疫情下出席父亲的追思会。爸爸的离世呢，我们呢十分痛心的。爸爸生前呢都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对公益的贡献良多。咁重於朋友咧嘅性格咧，係相識滿天下。希望咧各位咧同佢作最後一個道別，希望成全爸爸嘅正能量啦，可以唔傷感去送別佢。希望大家永遠記得佢係一個開心大笑。他们又说到父亲已经安葬在家族墓园，父亲的心愿很多已经完成，又指大明娱乐会继续运作，而旗下艺人工作照常。韦婷又说到平时有和许冠杰犯罪，邀请对方拍片时没想到会唱歌，而悼念册亦都印有沧海一声笑的歌词，墙内以鲜花铺成浪花状，配合四姊妹构思沧海一声笑的主题，带出父亲笑看人生的态度。至于林建岳约下午4点到场时，向传媒表示迟啲再赶，坦言自己当然不舍得，但及后未有再发言，只是向记者核实话有心。出席送别林建明的好友包括杨秀成和儿子杨正龙、杨超成、张宇仁、何丽泉、赵真学温、霍振廷和霍启山、盛品宇和太太蔡一凤、周国峰、黄兴平、林德信、卢敏仪和老公孙敬安，还有文雪儿、苏珊等等。而大明娱乐的艺人胡慧康就担任追思会的司仪。是的，走之前呢，其实我是都有跟他 FaceTime 的，最后我最后是送了一首歌给他，我唱了一首歌给他。他每一次生日的时候呢，就会最后唱那首，我第一首会唱朋友给他听，所以我最后是送了一首歌。两人又表示会谨记契爷教诲，开心做人和回馈社会。我平时都有个习惯，就是会用我借了他的名字去捐钱，或者在他的生日，在我的生日都会帮他请其他老人家吃饭。还有呢，老板是生前是真的很喜欢大明娱乐的，所以呢我会不会继续带着我们的员工一起秉承住林生的精神，会继续走下去。有些行家都说，就算在接下来做演唱会都会留个位给他，因为他实在在娱乐界是贡献了很多。